今日 Melody Post Studio 嘅 Po Tricks 分享，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动作叫做 Running Superman。哎，一听就知道其实呢个名系我自己作出嚟噶啦，我都唔知佢叫做乜嘢名。不过你想唔想知系点呢？如果想知嘅就继续睇落去啦。你哋好，我系 Melody Post Studio 嘅 Melody。今日呢个动作，我哋会从 Superman 入去。如果你都中意 Melody Post Studio 嘅 Post Trick 分享，自己要 follow 我哋嘅 IG、Facebook 同埋 YouTube， 仲要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post， 等更加多人知道 Pole Dance 好玩嘅地方。首先，我会做一个 Superman， 跟住我会将只右手拎向上，用 Cup Grip 揸住支 Pole， 手踭指向上。左手在这个时候都会同一样捉住支铺，然后我就要慢慢放开我的脚，我会 keep 住我的左脚向后向上拎起，用我左边大髀内侧去 grip 住支铺，然后屁股坐实。当我觉得左边大髀已经有 grip 了，而右手的 grip 亦都稳阵，我就会将我的右脚向前拎出来，跟住放开我的左手。咦，这个 Superman 没有脚的 grip 的，没错，所以我就叫他做 Running Superman。 如果你们都有其他 Pro Tricks 想我分享的话，就在下面留言，下次再跟大家分享不同的动作。